刚才我们也有讲到了，我们其中的成员小维更是每一个 party 都自带酒来这里 party 啦，无醉不欢的一个团体，让我们欢迎来自于台中的 Climax 啊！老师，你没拿酒啊？台中的朋友，认识台中的朋友，请打声念出他们的名字吧。Climax。这时候就是该尖叫的时候了。
曲掌声献给我们来自于台中的 Climate。 哎，请留步，请留步，请留步，哦，不要急着走，不要急着走，没错，不急不急啊，一个暗黑风格的这样一个表演啊，今天既然是我们 Mace 的25周年，所以我相信会有很多来自于 Hip Hop 这个舞风的表演啊，没错，对，跟我们 Hip Hop 有关系。来，老师们，我们往前请一点，来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大家一定不陌生啊，哦，一定是要这样访问一下，之前一定要先喘一个，是是是，先让我们老师们喘一下啦，因为老师们喘一下啊，因为我们这个是来自于台中的劲旅，我们希望台北的朋友可以好好认识他们啊，所以也是要让他们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啦，好，每一个，每一个简单的。拿一下麦克风的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因为下一组要用到，我赶快，好，来，好，从哪里开始？从这里，好，这里，好，这里，慢慢加加加，老师，老师喘一下啊，老师喘一下，哎，老的要先喘一下，太喘了，从年轻的开始，他最年轻，从看，这个看起来一步就是，对对对，好，就是年轻的，菜菜子，来，走路会掉菜虫的那种。来，我们掉下去。哎，来，我是开麦者常毅。哎，常毅，常毅啊！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开麦者浪人。浪人，哦，浪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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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你这样，你这样称自己好吗？这个名字有点过量。浪人，这样啊，对。哦，来来来，老师，老师，来，哇，重量级。大家好，我是 Climate C1。 C1 老朋友，中部很多活动都是我们 C1 老师在花，你看，对， C1。 哎，等一下，老师，你除了拿麦克风之外，应该另外一手要拿酒啊，没有拿出来怎么会这样？对啊，介绍词不是这样写的，对啊，还是我们先去拿。哎，会自备酒，没有酒你会讲话吗？会吧，会，会害羞吗？试试看，会害羞吗？让他试试看。哦，会，会讲话，大家会讲话，没坏掉，还没坏掉，来来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薇，耶，小薇老师，最嗨的小薇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能，阿能，又一个阿能，又一个阿能，阿能，阿能，等一下，台北阿能一个叫上来哈，站出来面对一下，看谁比较能这样，来，你是，我是 Q 猫 ，Q 猫 ，Q 猫，哎，好久不见 Q 猫，哎，不是，麦克风不是这样拿的，不好看。这是怎样？直直的这样。你手再低一点就不好了。好，来，最后老师，这个真的是老师，老师，英文老师，我记得，啊，是吗？哦哦哦，好好，来，请。大家好，我是 Climate 的玉胜。玉胜，既然是英文老师，你用英文自我介绍一下，英文自我介绍一下。哇，没有哇，我想学英文 ，please。Open mask， 但是用英文介绍。25th anniversary will be success. Cheer up! Yeah！这听得懂吗？听不懂，但感觉上上这个老师的英文课会很嗨，很嗨，然后用很嗨的方式。Do you know this? Do you know Apple? Apple！ 这种感觉哦，学生会爱，爱死了。Apple， 全部这样，结果是魔化，结果化。来下，我们找一个代表，找一个代表，谁一个代表？谁一个代表？司仪欢吗 ？司仪欢还是我们小薇？最会讲话应该是司仪欢，但司仪欢叫我们小薇。你们两位是剪刀手部啊，小薇啦，小薇老师啦，小薇老师，没关系，我简单的问一下啦，哦，好，就是我们因为 Mask 会请你们来，一定有原因，对，对，所以你们跟 Mask 有什么渊源在？跟大家解释一下，介绍一下，就是老师们都是我们的偶像。哦，老师们都是你们的偶像，是这样哦。哦，那如果以后 Subway 大概25周年的时候，就换他们去你们那里跳，也是我们的偶像。没有，我应该会请个 Bruno Mars 之类的，因为他是你们的偶像。对，因为他是我的偶像。可以啊，是你的偶像。但我没钱，没钱。哦，原来因为他是你们的偶像，对，所以偶像叫你们来表演是这样。哦，听起来应该是没有表演费。哦，很荣幸，是不是？很荣幸不领表演费来表演。哦，这样才荣幸。不要，不行，老师，我纯支持。你们是我的偶像，不行，我不领表演费，不要啊。不行。哦，这样不，这玩笑不好开的。车马费一定要。一定要拿，一定要。好，基本的。是哦，原来是这个渊源哦，因为偶像哦，所以呢，你算是来加入这一场盛会，很开心就对了。来致敬一下。致敬一下，来，最后有没有什么感谢的话想要献给我们的妹子？或是哎，如果你有料可以爆的话，也可以。
点。可以爆料一下，开心的黑历史。譬如说那个谁，可能我乱讲的哦。譬如说可能小 gay 跟你要过电话啊，然后或者是什么康爽，然后可能半夜会传情歌给你说，这首歌是我发现的新歌，很好听，很好听。所以我说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先说我不知道，纯属乱讲，都是梦到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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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，所以有嘛？有不要可以报吗？没有。好，刘立好需要女朋友啦，他很缺女友。哦，你说开场真女友出现，这不算爆料，这不算爆料，对，知道他自己爆炸，这不算爆料。哎，你也要真男友啊？挑成这样，哎，你为什么你也可以讲话？我知道哈，这是麦克风吗？哇，他自己也有自备麦克风 ，DJ 自备是怎么样？没有没有，你误会，我一直都带的都是麦克风。只要你现在有麦克风了不起哦，你自以为电音 DJ 是不是？拉下去 ，Are you ready？ 然后在那咚咚咚，哦，这样。但想说 hiphop DJ 没有含糊，想说玩一下电音这样。哦 ，Put your hands up， 咚咚咚，哦。会玩懂玩，不行，这个不算料，这不算料，还有料吗？还有料吗？自我爆炸已经不算爆料，再一个。好，我真男友。可以可以的，自爆可以可以，好，就到这里，差不多差不多，顺顺的就好，不要强迫别人。所以这个我听出来的意思啊，他说他真女友，然后他知道我真男友。这个听出来的，大家都有听到，白兰哥也有录到，有那回去再看一次影片，看清楚一点就好。好，再一次热情掌声献给我们的 Climate。